我醒来以后，偶尔午夜梦回，我越来越相信自己听到的笛声不是错觉，而且经过今天之后，我越来越坚信这一点。在穷奇道和不夜天，是有人在背后使用乱破抄改变了陈情的指令。是金光友，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你不想知道答案？刚醒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很想知道答案。可是现在，现在我是想说，随便，去他的吧。蓝湛，其实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知道与不知道，对我来说已经不太重要了。反正在世人心里，夷陵老祖那些坏事情做也做了，就算是我现在跑出去喊100个冤枉，只怕也没有人相信我。其实有的时候，世人只不过需要一个借口而已，或者说一个靶子，一个人人喊打的靶子。有了我，他们就能同仇敌忾，就可以自命不凡。我后来自己也想通了，就算没有金光影，没有那声笛音，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人，其他偶然，说不清楚，说不清楚。想想那时候，还真是孤独。唯一几个相信我的人都死了。温宁、师姐，幸亏，这世上还有人信。蓝湛，敬你。人生得一知己，足矣。无他，问心无愧而已。管他肥我胖我，问心无愧而已。蓝湛，对不起，谢谢。
司徒墨，你给我这个干嘛？啊？你把你的课堂笔记给我干什么？你不懂吗？你是在跟我炫耀你们系学的东西很难吗？不是，你再想想，薛定谔方程就是用于描述微观粒子行为的一个定律。什么粒子不粒子的？我听不懂。这么冷的天就应该吃糖炒栗子。啊，好想吃啊！我们去买糖炒栗子吃吧，走。老板，还要多久啊？哎，马上就好，三分钟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还能在南城再看到雪啊！想当年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啊，还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呢。可惜啊，这雪落在地上就化了，我还想试试堆雪人呢。龟爷，你是北方人，你肯定堆过雪人吧？堆过。我都没见过真实的雪人。哦。如果有机会看看真实的雪人就好了。老板，下雪天生意很好吧？是啊，哎呀，像这么冷的天啊，就得吃我这热乎乎的板栗。哎，好了，我给你装上啊。您别装太多，我吃不完。哎，哪能吃不完呢？像你穿的这么单薄啊，哎，多拿点，放在手里暖暖也是好的。谢谢啊，不客气。不用，我不冷。哎，刚好二十。哎，拿好。给。哎，好嘞，正好啊。给。等一下。谢谢啊。你怎么就在雪地里？在等你。那日，你说的对，仅仅喜欢是不够的。
在荒原上，你答应过我，要给我写很多很多的便签。你要我写多少，我就写多少。我要你写多少，你就写多少。那写无数张如何？那该怎么写都写不完。所以，我要你写一辈子。写一辈子。这一刻的秋风吹不走心中寂寞，原来最痛最爱是拥有，最疯最傻是渴求，谁又能够拥有一整片宇宙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为何心越来越痛，为何眼泪却在流。当我们擦身而过，也许不能回头，宁愿为你燃成最亮的花火，最浩瀚的夜空。山竹，对不起。我欠你。山竹，珍重。十三先生。怎么了？我就不进去了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解约了，是我主动退役。我跟你走。留下来。
好好的。为了我们的家事，为了我们的十年，开台机子，好，来了。荣耀从两周年纪念日开始，在每年纪念日这天，谢谢了，会开放新区，这是一次我们所有玩家都可以重新开始的机会。对，我们一起重新开始，新区开荒，新的旅程开始了。我在雪中一路狂奔，终于把你追了回来。划过天际，摸不着也看不清。似乎对我说，我说世间红尘万丈，繁华三千，却只有你一人，胜却人间一切。胜却人间一切，在你失去神智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夜不能寐。你不对我哭，不对我笑，挂在床边的那把小刀，本王日日都要亲自擦拭，床下也塞满了你平日最爱吃的东西。谭丽时常在你门外轻声哭泣，宁愿倘若离了你，谁能与我苦乐相伴？倘若离了你，谁来与我共饮佳酿？倘若离了你，谁来与我抚琴赏月？以前我已经待在这个世界太久太久了，久到我都忘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模样。你看我的头发时黑时白，还有我的世界荒诞诡异。我早已经习惯这里了，如何再回去？宁愿，你可知道，你明明就在我身边，却像是隔了千山万水。我恨不得那才是我的一场梦，醒也沉沦，醉也沉沦。你让这样的我一个人如何地老天荒？王爷，人世情深。
让婵娟不知在陛下。婵娟不知在陛下，就让婵娟不知在。